多多，有救援任务，赶快出发去救援波利，他被大石头压住了，十分的危险。知道了，金宝，马上出发救援。多多变飞机，许下火箭筒，两条腿变龙，多多要飞上天空了。再见了，金宝。哎呦，压死我了。超级飞侠怎么还不来呀？救命啊。看到了。波利在那儿呢，波利，我来救你了。救命，多多，你来了太好了。波利，别担心，多多变身。变身，机器人。多多的小螺旋桨能转动，很可爱啊。多多是一架橙色的飞机。轮子收纳进去。机尾收纳。两腿分开。前面的轮子也要收纳进去哦。打开舱门，伸出小拳头，立正！我要去拿工具箱了。让我想一想。要用什么工具合适呢？首先肯定要用到凿岩机，需要把大石头给凿碎。看工具箱里还有什么合适的工具吗？里面还有一个小金宝呢，有齿轮，小螺丝刀，齿轮转动了。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它能发挥什么作用呢？小朋友们可以想一想哦。它可以这样安装齿轮，现在只有两个齿轮转动了。
这样呢？这是多多的工具箱，用完了再把工具收纳进去。啊，是一个能变形的工具箱，很高级。咦，这个忘装进去了，不要忘记了，一定要装进去。这个就是凿眼机了，我们将要用到的工具。手柄放下来，这样哟。开凿石头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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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很快就可以把石头凿碎了。火箭筒也能变形，它是由三部分构成的，另外一个火箭筒是一样的。它可以佩戴在多多的机翼上面，完了哦，这样的很酷哦。波利，你配合一下，很快就能出来了。好的，多多。先用凿岩机。好坚硬的石头，看来要用到我的火箭筒了。瞄准目标，发射！太好了，玻璃得救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哦，拜拜。